怎么这么晚跑回来了？爸，学校休息不好，乱哄哄的。我跟老师请好假了，我这两天就在家里住。这样不好吧？学校也是有组织、有纪律的地方，不能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爸，老师都答应了，您就答应我嘛。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为什么突然回来？ 我不都说了吗？是不是赵金哲又跟你说什么了？爸，金哲他真的好可怜，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么支离破碎了，换成是谁都是难以承受的。我明白了，你突然跑回来是当和事佬的。我明白你的苦心，可是赵金哲不会因为你又放弃了报仇的念头。 或许是因为我的真诚还不够多，或许是外面那些通缉令对他产生了太大的刺激。总之，金哲他现在还需要慢慢调节，慢慢适应，慢慢接受。爸，不要伤害他好吗？金哲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温暖和理解。我相信有一天，我们还会成为没有隔阂、没有烦恼、没有仇恨的朋友。这太难了，几乎没有可能。 小满啊，你还年轻，你充满理想，这个世界的确是靠理想来支撑的。可是现实往往不是这样。对啊，今天太晚了，明天一早我派人把你送回学校。 赵金哲的调虎离山计了，去把所有的摩托车给我备好了。是。报告，排长，赵金哲受伤。
他们在路上逃跑了。唐东，带着所有人全程搜捕赵京哲。是，兵友们分头给我搜。 这是，对不起，惊扰你们了。把门关上，不要让任何进来。唐北，小满怎么样了？子弹已经取出来了，应该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团座，小满有我照顾，你放心吧。 回去休息吧，回吧。走吧，走吧。兄，对不起啊，有你什么事啊？我早就说过，这小子迟早是我的噩梦。你说，刚才要不是小满为我挡这一枪，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见到赵青山了？ 不能去医院，我知道你是通缉令上的赵京哲吧？我来试试吧，先喝点水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以前还是不错的外科医生呢。哎呀，小伙子，我这没有麻药，没关系，这就来吧。那你得忍着点儿，你稍等一下啊。 副排长，没有找到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他能藏到地底下去。弟兄们，搜查所有的药行和诊所，
一家都不许给我放过。是。去吧。走，快坐。好了，兄弟，回去养几天就好了。谢谢你，魏老板。你看，上次您就救过我一次了。这个钱还没还，你又帮了我一次。别这么说，那凤岭城这么多的药店诊所，你偏偏瞧我得了药行的门，这不是缘分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世界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让人明白。您看，像您吧，跟我都不认识，萍水相逢，就帮了我两次忙。而有的人，他虽然跟你是好朋友，却恨不得将你置之死地而后快。兄弟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呢？难言之隐自然很难启齿。理解，非常理解。跟上，走。开门。什么人？老板，外面来了好多人，都是些当兵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先去应酬一下，你先去，你先去。兄弟，你先躲在这个镜子后面，我去应酬他去，好吗？老板，你放心，兄弟，一回生二回熟，我是不会出卖朋友的。去吧。啊，各位长官，这么晚了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打扰了，我们正在搜捕通缉犯赵京哲，他有没有来过你们药行？没有啊。对不起，我们要例行搜查，请便。搜。是。唐龙排长，没有什么发现，打扰你了。啊，没关系，长官慢走，走。下一站。兄弟，他们走了，你出来吧。兄弟，老板，谢谢你。兄弟们，不用客气，我上就这些钱吧。你这是干什么？兄弟两个字是用钱能买的吗？这是买药的钱。兄弟，我实话跟你说呀，我看你是个好人，我拿你当兄弟啊。你是个遇难之人，你身上不能没有钱呐、啊，你还得自己留着啊。你揣兜里，揣兜里啊，揣兜里。魏老板，你的恩情我记在心里了，一定会报的。你现在不能走啊！你留了这么多的血，捏了血肉再走吧。他们很快会回来，我留在这儿会给你们添麻烦。谢谢。兄弟，那你当心点儿。你都看见了吧？啊，这就是你瞄的结果吗？老师。别再马顾雨，这事跟他没关系。行了，看一眼就回去吧。等他醒了，我会告诉他你来过。听见了吗？我在医院陪着他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怎么了？这一个个怎么都这样了？欧阳兄，小满没有生命危险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。可是接下来怎么办？
什么怎么办？赵金哲呀。怎么样，找到他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已经扩大了搜索范围，城里所有的大小诊所药店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我告诉你，挖地三尺也得把他给我找出来。他竟然冲自己喜欢的女孩开枪，团长这次不会再护着他了。这事儿不用你来管，我和独立营的刘营长说过了，让他派些人手过来。我妹妹现在还在医院里头，我得去看着她。这件事儿你来办吧。放心吧，交给我。我妹妹今晚在医院值班，有什么需要你直接找她。去吧。走。你终于出现了，大满哥，别乱动，枪容易走火。你有本事今天就在这儿把我打死。小满怎么样了？自己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带路。赵金哲，把你枪先放下，放下！叔叔，我今儿不是来杀人的，你放心，我看看小满。让开！我不让。你让开！不让！你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护着他？我就护着他，怎么样？你要杀就先把我杀了。顾云，顾云，听着，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。大满，冲我来！小满是我打的，我今儿来就想看看他，看见了不后悔。我今儿没想走。来打我！来都打我！赵建成，你赶紧滚！顾宇，顾宇，你让开！我不让！他妈打死你！他们！顾宇，你干什么？你们要是敢伤害赵建成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你放不放？顾云，不放！顾云，顾云，顾云，顾云！放不放？大满，就算我求你了，你把枪放下，他干得出来。大满，把枪还给赵金哲，让他走。爸，你想害死顾宇吗？
欧阳兄，对不起，都怪我那疯丫头，让你为难了。这事儿要是传到荣氏长耳朵里面，估计得老账新账一起算。你还笑？感谢你那个疯丫头，是她给我们大家下了一个台阶。如果不是她这么一折腾，那当时的情况怎么收拾？ 赵京哲还不被打成筛子呀？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接下去怎么办呢？这件事儿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趁着消息还没有传到荣氏长耳朵里，赶快让赵京哲走，滚得越远越好。不过杨兄，我得要劝你一句：铲除公堂是我的职责，可是我对青山和韩梅。 也得有个交代呀。哥，小北，赵京哲呢？走了。逃走了？不是，是欧阳团长下令放走的。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我没乱说，当时好多人都看见了。你们都给我听着。 刚才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，谁也不许再背后嚼舌头根子，更不许张扬出去。如果让我知道谁的口风不严，坏了团座的前程，我绝饶不了他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赵景哲短期内不会出现了，你们俩留下，你们休息。是，长官。 金哲，史叔叔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别废话了，走啊！哎呀，刚才是不是特像一傻瓜？你不是像个傻瓜，你根本就是个傻瓜，哪有拿自己生命开玩笑的？ 怎么没有啊？赵金哲呀，他来医院那不就是来找死的吗？人家小满是赵金哲心中的女神，他差点一枪结束了小满的生命。你呢？你是赵金哲什么人啊？我是他铁哥们儿啊！你别不信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烧过香磕过头，不信你问他去。哎呀，哎，嗯，谷雨，我问你个事儿呗，说。 如果那个倒霉蛋不是赵金哲，是你的大满哥哥，你还会上演这么一出美女精英雄吗？你管？你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啊？汤护士长，我现在是你的病人，我不能说太多话，太虚弱了。不说不说不说，好，那就不说。 进来吧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
咱们排的弟兄们都没休息呢。大满，赵京哲真是团座下令放走的？那我们还继续找他吗？必须找。可如果没有如果，我只要结果。明白。吃吧。怎么了？还要我喂你啊？啊？站住！想去哪儿啊？福，我现在是通缉犯，我不想连累你和顾玉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不是私人恩怨。你欧阳白白也不想伤害你的父母，他是被迫的，他没办法。另外，针对你的通缉令也是军部下发的，他是个军人，必须执行命令，别无选择。别无选择？他就那么急着送我父母上刑场？叔。20个小时，短短20个小时，我父母就走了。这放在古代杀个人也应该走个程序，有个文书啊！我父母为十八团出了那么多的力。金川，你父母是为了掩护组织才选择牺牲的。组织？什么意思？我父母真是共产党？他们两个临终的时候把你和小雪托付给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你们两个的生命安全。小雪已经丢了，你放心，小雪我们会尽力去找的。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感情用事，在这个世界上你是小雪唯一的亲人。好吧，我这儿相对比较安全一些，今天晚上就在这儿吧，明天我想办法送你离开枫林。叔，别再问了，以后我会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你。小雪把他带回来的。啊，对了，明天上午拉粮食的车联系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告诉司机不要去了，我去送金哲。还是我去？不行，我去。这个事情不能牵连到更多的人了。您这么做也会有危险的。为了两个孩子，为了他们的父母，冒这些险就算不了什么了。好了，你赶快去准备吧。好。
危险的。为了两个孩子，为了他们的父母，冒这些险就算不了什么了。烂小子，怎么了？跑了，跑了，怎么回事？都怪我，我他妈怎么就睡着了呢？不要因为江湖义气，耽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借尸不透脸，刘连长，我是大满，我有件事情想向您反映一下，麻烦你替我告诉荣市长。我是大满，大满哥，我是唐北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生日快乐！谁生日？连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，你想不想收到一份生日礼物啊？我现在没这个心情。你可别后悔哦，这份生日礼物对你来说可是很重要的。不说，那我挂了啊。我看到赵京哲了，在哪儿？你这不是来找死呢吗？这个时候你还敢来医院啊？你救了我的命，我得来看看你啊。什么吧，鬼才相信你是来看我的。惦记小满了吧？他醒了吗？醒了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你就放心吧。赶紧滚蛋吧，我哪有那么多血再救你一回啊。顾月，爱强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会替你照顾好小满的。我不是要说这个。那你要说什么呀？叔叔是个好父亲，做个好女儿吧，不光是替你，也是替我尽份孝心。人呢？大满哥，刚才人还在这儿呢，我这给一个病人输液的时间，他就不见了。我们在医院有警戒哨，你怎么不先通知他们啊？这不是给我大满哥的生日礼物吗？他穿什么衣服？穿着一个清洁工的衣服。分头给我找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报仇了？这是在计划计划，我不能再给石叔叔添麻烦了。你千万别干啥事儿，懂吗？快给我搜，把赵金哲给我找出来。别干啥事儿啊，我走了。排长，没找到。他现在受伤了，肯定走不了多远。全程搜捕，一旦发现，立刻起毙。是，跟我走。站！哎，长官，哎，站那儿，走啊，走啊，站那儿，走走走，来下一个。
赵京哲。刘营长，严开枪，我是回来自首的。算你小子聪明，来人，抓起来。等等，能不能让我进去换件衣服？别跟我耍花招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还能耍什么花招啊？刘叔，范叔，自从我伤了小满以后，我已经万念俱灰了。刚才我去医院看了他一眼，知道他没事儿，我也就可以安心的去见我爹娘了。但是我下去了以后，见到爹娘，看见我穿成这样，他们得多心疼啊！别说了，换完衣服赶快出来。哎，不许关门。怎么样？您的判断没错，赵京哲来过医院，见过小满，现在不知去向，已经走了。现在特务派和侦察派已经全部出动了，独立营也上手了。赵京哲无论如何不可能逃出凤林城。处长，团长会不会改变主意，要置赵京哲于死地呀？他也没办法，他也是在执行命令。行了，继续找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赵京哲。好。老哥，这小子都进去这么久了，会不会进去看看？老哥，这小子跑了，这屋子里一定有暗道，赶快找。这有暗道，这个混蛋，我说他怎么敢自投罗网，还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看您脸色不太好啊，王泽佑，看着。是，现在让他出去。您好像是来兴师问罪的。老子就是来兴师问罪的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把抓到的赵景哲又给放了？您这听谁说的呀？回答我的问题。这件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当时情况非常特殊，我是怕伤及无辜，所以怕伤及无辜，还是根本就没有想到抓赵景哲？您什么意思啊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军需处的处长佘伯田商量过，让他护送赵景哲远走高飞啊？欧阳尊，你跟随我多年，一直是我麾下的爱将。本来我不想难为你，但是我不想看着你眼睁睁地滑向深渊吧。包庇共党是什么罪？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
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有一道光是我能接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阳光，路上的黑夜，一瞬间的遥望，像无法拒绝的一生，短暂却漫长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时光。睁开双眼，闭上双眼，一道光是我能倾听到的地方，最初的天空，灿烂的天堂，生生死死心中明媚着永远的